这个是雨衣翻边机，上下加热，向上下加热加强的，一般是风下摆的。来，把这个啊，要，哎，把这个压上，那这个是把料，先把料压好，这样子的话就防止它火跑动。好，现在开始。这个有防火的，继续。效率高，这个有冷却的也快，可以快一点的，可以快的，大概两秒都可以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加强效果。这个封口线很平整，封口线很平整。这个。那这里加强了，这个加强了，来试一下，来试一下那个效果。OK， 封得很均匀，很好。OK， 好，可以了，行。这个箱子分开来。独立控温的，上下独立控温，可以不用下面，也可以单独使用，可以不用上面的，不用加强，不用的话就把它直接关掉就可以了。这些时间控制的话调好就不用怎么动了，特别是这些不能够随意调动。就是不能够随意调动。